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紫苏。昨天在我妈这边睡的，然后，我儿子就把这里都拉湿了。刚才我去给他换好裤子了。昨天晚上因为我妈妈说她的腰很不舒服嘛，然后昨天晚上我就，给我妈送这个过来，这个是热敷包，另外给她带了一个这个，药给她。就是擦了，然后再用这个敷，然后刚好今天又有客人要来，我就没有回去了。他说现在去看看他怎么样了。没喝汤了呀？没喝汤了，我给你洗的。真有包，给你洗的。这是买腿的哟。哎，我来了。老爸是？哎，你好没？对了，你要不就删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妈欧尼尿没，你妈真疼的，会还能长点欧尿。是不是经常来尿？来尿。现在我妈和我爸出去买菜了，然后把这个被子洗一下，这一块全部湿了。三更不想回家，星光洒落老树的枝桠，马蹄浅浅，落一身风沙。沧桑的落花，和那西风去扫马，谁能给我一眼望穿流沙？公子是你吗？千面山山谁人家？莫言赋一曲琵琶，我与提笔未如一幅画，佳人几相忘。沧桑的落花，和那西风可以扫码，谁能给我好一缕清风？那人是你吗？谁在窃语不轻话？红尘故事在牵挂，夜风微凉，烛影暖心呐。我有个把月光，轻笑呐。不知不觉真的就是初九了。我在我这边的话，我都忘了吃了多少顿饭了，所以说离父母近就是这一点好，经常可以回来。要不要跟妈妈去楼顶晒被子？不要。那哥哥在外面玩，哥哥在这里，不能乱走啊。公子是你吗？千面深山谁人家？莫言赋一曲琵琶，我与提笔未如一幅画，佳人轻笑纳。沧桑的落花，和那西风去扫码，谁能为我好一缕青发？那人是你过来接我的。谁借雨铺青花，红尘故事在牵挂。我们的还没有吃饭，再好我也没吃。哈哈哈哈。我晚上在婆婆家睡得开心了。昨天晚上尿裤子了，睡觉前喝了一瓶牛奶。那我是来客人了，小孩去了吗？嗯，吃了饭也过去了。吃了饭就够。是的，得早点多吃的，多么活该，要吃毛的。啊 ，OK， 你晚了，大爷一下子回家去了。要没吧？要二哥，要去。他来接我。放这里了，发现放这里，让等我一下，放这里。我妈又叫我打包这些菜，晚上在店里面热下吃。热下，然后不知道就得用走路来接我的。走路怎么来接你啊？还要车过来接你啊？你刚才不是说你走路啊？对啊。